我声明一下，今天这个视频是我自愿录的。说一下俺婆婆，自从俺嫁到这个家伙，俺都感觉非常的幸福，俺婆婆也非常的疼我，每次疼的我都想哭。俺婆婆为了让我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她每天早上不早起，都是我早上早起，她睡到双头子。为了让我吃一口好的饭菜，都是让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，顺便给他带一点，他也不挑食，做嘛吃嘛。那婆婆处处都让着我，让我做饭，让我洗衣服，让我扫地，让我刷碗，处处都为我着想，我能不感动吗？这声声还哭了。